就在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遭提报农地违法使用争议后，柯文哲的妹妹无党籍新竹市立委候选人柯美莱也被挖出名下约有3200坪的农地，而且这地点不但距离大规模造镇的新建案新竹地堡只要5分钟的车程。外界质疑，如果新竹市长高虹安重启 R1 茄东接西滨联络道路，拥有这块地的柯美莱可能是最大的受惠者，痛批根本是在两地争执。对此，柯美莱今天一早出席活动时也亲上火线回应，但你来关心两地，你我有赚到一块钱吗？没有吧。我有去游说谁要做什么计划吗？也不成过吧。我20年前就知道茄东交流道吗？有任何人告诉我都市计划吗？我有参加任何一场都市计划吗？我都在医院里工作，哎，我什么都不太清楚。好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一个选举原来就是我哥哥所说的那种污名化政治的黑暗。 KT 到柯美莱强调自己没有任何赚钱意图，而且这块土地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购入，是因为父亲的朋友需要周转才请他买下，当时这块土地更只是没有任何开发价值的山坡地，这几年来也都处于闲置状态。柯美莱也反批外界别再抹黑造谣来打选战。